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CBA 的消息。昨天呢，青岛双星篮球俱乐部总经理申希顺确认，球队已经和前湖人队的中锋姆本加签下了合约。新赛季，姆本加呢将和麦迪搭档，组成青岛队的内外双星。而另一位正在上海队试训的阿里纳斯，也有望在本周与球队签约。这样的话呢，新赛季的 CBA 将会汇聚多名前 NBA 的著名球星。当然，这里面最大牌的、最受关注的还是麦克格雷迪。